现在关注不会迷路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哥。井底头终于成为了游戏界的围剿对象，游戏界七大魔王到齐了，他们要围剿井底头。首先上场的是13号星期五杰森，这是要砍树的节奏。第二位是月亮脸，好吧，厂长两个皮肤原型来了。第三位德州电锯狂魔皮脸，你是来锯树的吗？第四位恐怖小丑，他在用气球放飞自我。第五位杰克鬼爪的原型猛鬼杰弗莱迪。第六位瘦长鬼影。第七位神秘大佬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你们要不要摆个北斗七星阵大战井底头？需要吗？一起上！姚之父先入室，砍着树妖的大腿！滚！滚！井底头不是树妖！擦你！大哥，我错！大家不能要人！打我兄弟，碰车！打兄弟，你这背后还长筷子呀？给我留一双。孽障，住手！本座一行来也。以为是王子，原来是青铜。要致富，先入树砍树。滚！原来你们就是恐怖游戏界的七傻魔王，不堪一击。要致富，先入树。你玩没玩？想入树，你去 MC 呀。月亮脸，我吼死你！变大变大变大，这样才公平。看我口气，我帮你冲洗，你都不刷牙的。火攻树妖，你要着火啦！龙王救命，给残雨吧。我擦，井底头还会求雨，老大不如他。你个青铜，滚！哈哈，我入住成功啦！哎呀，拐了！拿头来！终于，七大魔王联手击毙了井底头。异形，你这大哥还不如会入住的小弟呢。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，记得关注、点赞，并在评论区给龙哥哥留言，龙哥哥会翻到你哦。